天纽约时间凌晨，啊，在武汉实验室给我们直接通讯的一个战友，啊，全家已经离开了中共国，安全地抵达了欧洲。我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这是其中一个真正在武汉实验室跟啊石正丽、王延义、郭德银、张东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又说错了啊！赵工，我要说错啊。还有夏德儒一起合作长达十年的一位战友，全家已经安全的到达了欧洲。感谢某国政府啊，非常勇敢的来去帮助了我们。这个战友未来当站在这个摄像机前的时候，站在 GTV 讲话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们。在这个疫情当中的爆料革命当中，我们靠的是不是预测，是绝对的情报。